现在时间是上午的10:58，我现在啊，又要来抢买 PC Home 的东西了。这一次要抢的东西是，Switch 的健身环大冒险，它一样是11点会开放现货抢购，然后它这边有写。现货是……组，但是这个百位数不是零或一，所以应该有超过100组以上可以买。然后现在的状态还是售完补货中。好，10:59了，我这次一样开了两台，一台是 iPad，然后一台是电脑。我的动物之森的同款机到现在都还没有买到，不是同款，一直讲错，我的动物之森的主机。到现在他还是没有买到，我是看一下，然后之前上礼拜在抢家乐福的，到现在都还在转，现在都还没有转出来。上礼拜家乐福的动物之森的主机，我有加入到购物车，然后我按了下一步要结账，已经转了大概4-5天了，还在转，还没有办法结账。好，10:59，我要准备来了。这个也是很难买的哦。如果你有在关注 Switch 的话，或者你有在玩 Switch 的人，你就知道这个也是最近大热卖的。它难买的哦。11点了，我先不讲了，我先来加入购物车。这边没办法加，为什么？加入购物车。好，重整。哎，还是售完已补货，它还没有变成可以按。我再重新整理一下，重新整理，售完已补货。重新整理，售完已补货。为什么它都 PC 好像都不会准时开放呢？PC 好像都是11点过了之后。哦，有了，加入购物车。好，这边再等等，然后加入购物车。抢购人潮众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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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通都是在等等 APP 呢。APP 还是抢购人潮中，APP 是连看都看不到。抢购人潮众多，抢购人潮众多，他不让我买，无法加入购物车又来，请重新整理页面。已售完，变成售完补货中。哇哩嘞，他不是说。超过100组吗？不是零或一，所以至少200组以上。本来想说还没有买，因为这个游戏是必玩的，想说就算还没有买到 Switch 主机，也可以先买起来。可是还是没买到。好，就这样，大家拜拜。